同学，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最后的一段啊，佛说此经已，舍利弗，即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信受，作礼而去。啊，这是本经最后的一段啊，这一段呢，讲听众啊，听经所得的利益。是为全经的总结啊，我们这个小标题呢是法众得益皆全啊。闻佛所说，这是指这一部经啊，佛介绍完了啊，他们得的利益了。总的来说，这有四类啊。第一个是欢喜，身心愉悦，心开意解。确实，这个欢喜是没有法子形容。啊，在世出世间法里面，这个真正是稀有难逢啊！啊，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能够啊超越三界，永脱轮回啊！不仅仅是如此啊，真的。像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所讲的，能离一切世间苦，比《十善业道经》还要殊胜呐！十善业道经是自理感动佛菩萨加持啊，这一部经教我们这持名号就能够圆满的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同时得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护念，没有任何一个法门有这样的殊胜。我们听到了，怎么能不欢喜呢？这个欢喜，在世出世间，我们细心思维观察，啊，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身心愉悦，啊，这个是法喜充满，这个欢喜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这是说的果，什么原因你得这样殊胜的法喜呢？心开意解了。这个中国
谚语里面所谓茅塞顿开啊，这是何等的痛快呀！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用茅塞来做比喻，无始劫以来，这个茅塞塞得紧紧的，从来没有旗开的消息。今天听释迦牟尼佛宣说这个法门，豁然顿开了。诸位想想，这是什么味道？啊，同时更应当认真反省。我们听了这个经之后啊，是不是真的心开意解了？啊，果然心开意解，你肯定万缘放下了。啊，肯定是妄想分别执着，也是一时顿歇。啊，顿开就顿舍，顿舍就顿开。啊，还是放不下呢，那你茅塞还没有开呀。啊，虽然沾上一点暖气，茅塞分毫没有动摇啊。那么这用佛法来说呢，业障未免太重了啊，有没有救呢？那就善导大师的话了，总在于语言不同啊，云这要靠自己啊。啊，什么云呢？多听这个经呢，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多听。中国古人说得好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现在你要听一千遍不难呐、啊，从前不容易、啊、谁肯跟你讲啊？啊，现在我们这里有录音，有录像，你要听一千遍，真的不难。啊，像前几年新加坡陈光别老居士啊，一天听八个小时啊，真的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一样啊。佛当年在世啊，每一天二十讲经，二十就是我们今天八个小时啊，八个小时讲经啊，听经八个小时，念佛啊，你果然能够这样做，做上十年，做上二十年，你阿赖耶里面含藏着善根不足，通通都补足了。啊，你肯定具足了圆满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但往生了，
我深深相信你是上辈往生。啊，那是什么呢？真的心开一结了。啊，我跟诸位说了很多啊，我是中下根人呐，老师劝我修这个法门，我还很怀疑。怀疑了好多年呢，很难接受啊！啊，正是这个经上讲的难信之法。啊，那这一生这个善根福德因缘补足了。什么方法补足的呢？天天讲经，天天亲近佛菩萨，52年了，啊，52年这么长的时间呢，补足了，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行啊。所以学佛，我从我一生经验当中所体会到的，啊，你真正要成就，说实实在在话，末法时期善根福德因缘真的不多，啊，达不到经上所讲的标准，啊，经上的标准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换一句话说，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啊！啊，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净土，能不能往生，能不能正高品位，关键的开始。读弥陀经的人，修净土的人，甚至于讲弥陀经的人，有没有重视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关键的所在。啊，要把我们自己这个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变成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这问题解决了。怎么个转变呢？天天干，锲而不舍。啊，当然，在初学的时候，你万缘放不下。啊，如果是真干，干个10年、20年，要到心开意解，这1000万缘呢？不叫你放，你自然放下了，哪里还要人劝呢？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旅行一样，手上提着很沉重的、沉重的包袱啊！啊，这些包袱里面这装的拉拉撒撒东西啊，都是没有用的，都是可以丢掉的。到心开一结，我还要这干什么？通通丢掉了。自然放下了。啊，身心一悦，所以这也是我在讲经常讲，大家学佛啊，为什么功夫不能进步？是因为你没有得到法喜。啊，也就是我常用比喻说的，你没有尝到法味。啊，像世间饮食一样，这个里头滋味你没有尝到。啊，这个滋味尝到之后啊，
天上人间的什么样的味道的时候，不能跟这个相比呀。所以你自然会把它舍掉，舍得干干净净。《弥陀经要解》无上的法宝啊，印光大师赞叹的是一点都不过分的，我完全同意，老法师的赞叹。有欢喜才能信受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信受，说实在话很勉强。为什么呢？欢喜心没生出来。欢喜心真的是，那你真的相信了，你真的接受了，毫无一二，令那不忘。疑惑断尽，生清净信心。坚定的信心。有信，这个愿心啊，接着就生出来了。我还想什么呢？目标方向只有一个，我想极乐世界，我想阿弥陀佛。这个宇宙之间诸佛刹土很多，我只求极乐世界。诸佛如来很多，我只求清净阿弥陀佛。我很清楚，我很明白，清净阿弥陀佛就是清净一切诸佛如来，经上讲得很清楚这个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七国众生常以清淡，过以一格沉重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这一句话莲池藕益大师在注解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个十万亿不是数字，是表法。表法何以用十万亿呢？它有两重意思，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度。特别用这句话呢，说明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可以常常回到娑婆世界来，天天都可以来。有这个意思在里头，而真的意思呢，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你每一天都去啊。所以藕益大师这个注解里头，我们前面读过啊，生极乐世界就是生一切诸佛世界，见阿弥陀佛就是见一切诸佛如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其他法门里头没有的。
真的升起信心，升起愿心。啊，那个受，受是行呢，信受奉行呢。啊，所以这个信受两个字，啊，它的意思就是信愿持名。三字两句足啊，佛这个一会，不知道度多少众生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这个示现讲经说法49年，哪一会度众生最多呢？弥陀经这一会度众生最多，度众生最彻底、最圆满、最究竟。我们要懂啊，啊，华严会上是度法身大士的，不是度普通人的。九法界众生都没有能力参与世尊的华严法会，为什么呢？华严法会是在定中讲的啊，所以小乘法不承认的。小乘法认为释迦牟尼佛最初讲经说法是在鹿野园度无比丘，从那里开始啊，菩提树下这打坐入定啊，这个他们不知道啊。而释迦牟尼佛就在菩提树下定中27日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听众是41位法身大士啊。那我们在这个经里面也看到人众啊、天众啊、鬼神众啊，不是看到很多吗？啊，那些什么？那些都是化身大士，应化在六道里面，他不是真的凡夫啊！啊，所以你看到山神、树神、啊、河神、海神、草木神。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的，不可思议呀！凡夫没有办法参与这个法会啊！啊，那么你在这个法会里面看看，啊，细心去观察，哎，妙极了！后面文殊普贤，你看看10大愿望倒归极乐。所以华严会呀，是度化身菩萨了往生极乐。那么我们就晓得了，这个弥陀经呢，无量寿经呢，是度九法界众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大事因缘到这个地方就究竟圆满了。其他一切经论，那是佛的大慈大悲啊！对什么人说的呢？对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的人说的。为什么他一生不能成就吗？他不能接受这个法门吗？啊，所以佛慈悲呀，你愿意接受哪个法门，就跟你说哪个法门。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啊，究竟圆满呢？是这两部经啊。
我们学佛啊，天天在研究经教，如果对释迦牟尼佛这个密意啊，这个意思你没有能看出来，那你就白学了。于是我们后学做学生的人要效法老师，懂得老师的意思，懂得老师的善巧方便啊，我们要如何面对现前的这个社会广大的众生啊，我们要怎样去帮助他，怎样去成就他，帮助他们，成就他们，记住，先要成就自己。啊，至少你自己欢喜信受啊，那你要具足。你没有欢喜信受，你怎么能帮助别人欢喜信受？做礼。做礼是感恩呐，啊，感大恩德了，啊，感恩绝对不是言语能表达的，要有行动啊，行动是投身归命呐，啊，整个身心。皈依弥陀，皈依净土，不但是尽心受啊，生生世世啊，永远不离弥陀，永远不离净土。这真的感恩呐，帮助阿弥陀佛，帮助一切诸佛如来，普度众生呐！啊，普度的方式。就是世尊在经教里面常常教导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特别重视那个演，演是表演，做出样子来给人看呐。别人看了有所感动，如果没有感动呢，是你做得不够好啊，你的心不够诚啊，啊，至诚感动啊，为什么别人没有感动呢？你的诚意不够。你的诚意要是够了，你自然就感动了。古人讲的话是正确的，是真的。精诚所至啊，精石为开啊，这个精石是矿物啊，它不是植物啊，就是说你的真诚达到极处，连石头都感动啊。我们佛门里面有个公案，僧公说法了，万石点头，
这就是经时为开的一个例子啊。啊，可不可能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是可能的。为什么呢？植物矿物有法性呐。啊，法性的特质它有灵知，也就是说他有见闻觉知，啊，不过他的见闻觉知非常迟钝，啊，你精诚到极处的话的时候呢，他也能感动，啊，他也能随着你的心意产生回应呐。江本胜博士研究水的结晶，啊，水的壳，啊，那也是矿物。比石头啊比较起来了，我们很明显能感觉得到，它灵敏。石头迟钝，啊，这个泥沙石头啊比水要迟钝多了，啊，所以。这个水在显微镜观察之下，那个反应呢很快很明显。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就相信泥沙石头，如果我们真诚到极处，它的反应的时候也是很快很明显。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啊。啊，但是有情众生呢，他有个麻烦，麻烦在哪里？业障。啊，他有很深重的业障，有时候比万事啊还困难。你讲经，万事会点头啊，那人不点头啊。啊，他染上了邪知邪见。所以比石头还难度化，度万事容易啊，啊，度一个明万不灵邪知邪见的人难啊。啊，总归要真诚心，要长时间啊，没有不能感化的啊，所以自度度他，先决的条件要肯定，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无情众生皆有法性。儒家讲的人性本善，这是基本的概念。啊，就是肯定一切众生性善，本性是至善。至于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往年我在香港，香港亚视来访问过我，啊，好像访问我的人是何守信先生，啊，他就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古人讲啊，人性本恶啊，看看这个社会世界的人性是恶是不善的啊，你到这个社会上能找到几个善人呢？啊，纵然你行善的时候，人家都怀疑，哎，你怀什么意思啊？大概不怀好意。
啊，我告诉他，孟子讲的性善，荀子讲的性恶，不是本性啊。那什么性呢？习性。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习性啊，习性有善恶，本性没有啊。没有善恶才是真善，才是至善。啊，为什么呢？有善有恶，你就落到二去了，就落到二三里头去了。真如本性叫一真呐，一真里头没有对立的，啊，善恶是对立的，没有善恶，没有生死。啊，没有圆镜，没有大小，没有菩提涅槃，所有一切对立的都不存在，这叫一心不乱呐。一心不乱是能证的。啊，我们用佛的话来说，能心能变，一真法界是所现所变。你什么时候其如一真法界？你真正用念佛这个方法达到一心不乱，一真法界就现前了。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面前。啊，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啊。那么诸位想想，这一句阿弥陀佛确实是一真法界的德号啊。所以感恩要以行动表现，不是口头上说说的。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大家把伦理道德都忘掉了，没人提了啊，所以社会动乱，人心不安呐，啊，我们一般讲啊，没有安全感呐，啊，真正的安全感是从圣贤教诲当中悟得的。就是前面讲的身心一悦，心开意解，是从这里得来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而去，啊，坐离而去。去不是就没事情了？去干什么呢？去依教奉行，啊，依教修持，一往不退呀，这是而去啊。你看看这个幕后这几句话：欢喜信受作礼而去。这里头的意思太丰富了。啊，绝对不是说我们现在的一般人，啊，在听经，听完之后坐立而去，啊，出去干什么？出去就胡思乱想了，就胡作妄为了，啊，把刚才在讲堂所听的忘得一干二净。
真正听懂了的，听明白的，断一生信的，开发愿心的，人家做礼是感恩。身心皈依，而去是去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他真干了，最后。我们引用云英老法师的几句话，这个《弥陀经要解》，云英法师有讲义，他在最后有这几句话劝勉我们。从今日起，世间名利抛去撇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他讲了五句，这是第一句。世间名利是假的，不是真的。贪着世间名利，那个心是轮回心。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叫轮回业。轮回心是迷惑，轮回业不善业。果报六道轮回呀！真正明了觉悟的人呢，这个东西要放下。明文利养，五欲六尘，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日常生活随缘。决定不要计较，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好吃的很好，不好吃的也好，从这个地方把你那个好不好的这种分别心断掉，你的平等心现前了，但是要记住。我们要是供养别人，我们要尽心尽力呀，选最好的。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恭敬心。我们接受别人的时候呢，决定不能有分别心。成就自己的德，供养别人是成就自己的福报，修自己的福报。所以念念呢，为别人想的很圆满，不要为自己想。自己接受别人的供养的时候，决定没有分别心。我们在这里修行吗？样样都要要求。你没有立六道轮回，真正立六道轮回了，日常生活当中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了，没有一样不好，样样都好。这个样子才能养自己的清净心呢。
扬自己的慈悲心，摄受一切众生。那你要记住，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佛教我们四摄法，随道场，为什么要做得那么庄严？不是自己受用的，这一点很重要。现在这个道场庄严是自受用，而不是他受用。错了。你看看古时候寺院丛林，建筑富丽堂皇。你再看看出家人住的寮房，那一看你就晓得，他们还是在真修行。连方丈和尚，你看看，他那个房子叫方丈，那房子多大呢？一丈见方啊，里面只能放一个小床铺，放一个小柜，一张小桌子，就挤满了。他真的放丈啊！直宿的房间都很小。大众在一块是住通铺广单，富丽堂皇这种建筑是供给一般人民来朝拜的，来参学的，让他生欢喜心啊，是供养大众的，不是供养自己的。怎样为众生，怎样为自己，自己不贪图享受，做这个样子呢，这个样子是表演给别人看，这是真修行人。物质生活一切简陋啊！对待人要尽心尽力。四摄法里面头一个布施，那个布施就是我常讲的，多请客，多送礼，多供养。爱与是真正的关怀，诚心诚意的关怀，力行，我一切的作为对众生决定是有利而无害的。这样才能摄受一切众生。那我们对自己、对别人，对自己的要求是要简单、刻苦。与法相应的，就是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的。对别人丰足。使别人呢感受之后，他能感恩，他也能够皈依三宝，投身归命啊，意思在这个地方这是戒引众生的。怎样自行，怎样化他，佛都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
啊，那么头一条，学区明文理养；第二条，这个念都是这样念法，从今日起，一切获益，修去卸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啊，或是迷惑。啊，那里面贪嗔痴慢疑是迷惑，外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通通都是迷惑。啊，迷了你的心，迷了你的智，这个东西不能不离开呀。啊，我常常勉励同学们呢，我自己今天有这么一点点成就，得力于老师的教诲，张家大师教诲。啊，他老人家叫我看破放下。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我真做才有这么一点成就啊，做得还不够啊。啊，每一天还认真努力在做啊，现在我很有信心啊，啊，很有把握。啊，进步非常快速啊！佛法的修学，开头进步很慢，特别是前面十年。啊，因为你要给你自己妄想、分别、执着那个习气。啊，等于说打仗啊，非常辛苦啊！啊，你要果然能克服，那以后就一帆风顺了。啊，头十年真的是关键。啊，如果你的语言不是很殊胜，烦恼习气很重，十年时间不够，你心定不下来。你总动20年、30年，啊！但是你要记住，纵然是30年，比起无量界的轮回，那太短太短了。啊，这30年要熬过，啊，然后慢慢的说，慢慢就进入自然。自然放下了，一丝毫勉强都没有了，这个你就自在了。啊，可是最初的这个因缘，那是你能不能成就关键的所在。啊，这个因缘就是老师啊，你对老师有没有真正的信心？啊，这个是第一个关键。啊，我对老师尊敬，我对老师的话相信，老师教给我的我真做，头一关。对老师如果有怀疑，那就没办法了。哎，不要说30年、300年，你都不可能有进步。我们接着看最后啊，云音法师的开示啊，他说了5句话。第一句是说，从今日起，世间名利
抛去撇去。第二句是从今日起一切后业修去卸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这两句确实是我们修行学佛，特别是求生净土啊，永脱六道生死轮回啊，不能不认真学习的啊，因为它是我们一切成就往生净土的基本的障碍啊，这个障碍不能突破，我们这一生当中无论怎样认真努力修学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一点善根啊，作为将来得度的资粮啊，而这一生当中呢决定不得受用啊，所以要想成就，对于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彻底明了，然后你想这个彻底明了就是所谓的看破啊，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了啊，你才能得清净心呢，一丝毫不染着啊。啊，这个是我们净宗同学修行的真实功夫。这些年来我们抓住了修习的纲领啊，我们修心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以这个为目标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转虚伪为真实，佛心真实，凡心虚假了啊，不能再用虚假的心了，不可以用了啊，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啊，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啊，我们只求生极乐世界，只希望亲近阿弥陀佛啊，要用真诚心啊，要转一切分别执着为亲近心啊，放下一切的染污啊，染污是意呀，特别是第七识啊，莫那是染污意啊，转染污的心为清净的心，转过
功高我慢的心为平等心。这个我慢是很严重的烦恼。你看看这个我们前面讲的烦恼浊啊，这是世尊把烦恼归纳为根本五条啊，贪嗔痴慢。贪嗔是染污啊，慢是功高我慢，自以为是啊，目中无人，这个都是严重的障道啊，要转傲慢为平等，转愚痴为智慧，正觉是智慧呀！你看看，不通通都是在转吗？转疑惑为真诚，转自私自利为大慈大悲。这叫真做功夫啊！在日常生活里头转呢，在工作里头转呢，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转，别人对待我用虚伪用染污，用高下用自私自利，我对他不能这样子，我对他一定要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一定要跟佛菩萨一样。佛菩萨怎么对众生然后我们想一想，众生怎么样对佛菩萨？众生对佛菩萨都欺骗，那对我这就无所谓了嘛？他连佛菩萨都欺骗他对佛菩萨都功高我慢，那对我算得了什么呢可是我们想想，佛菩萨怎么对众生，这个太重要了。我今天要学佛菩萨，我不学凡夫这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我们这一生好了，这一生永脱六道轮回了他们还继续搞六道轮回，我不干了我要横超啊，要超出去了六道轮回真的看破了这个把戏无量界来搞到今天够了，不再搞了。所以万缘放得下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放不下了身心归命净土，归命弥陀这就对了事出世间法通达明了，看破，一丝毫不染着而放下，对一切惑业迷惑颠倒的那些事我们通通清楚，清楚是明了，是慧戒除，不能不戒除接触之后呢，如如不动也就是说决定不起贪嗔痴慢疑接触的之后，念念呢都能够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这就是菩萨道这就是成佛之道我们走成佛之道
不千万不要去管别人，不要去想别人。啊，你一想你就堕落了。啊，不要去议论别人，你一议论你就造业了。啊，对待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可以共化了，我们讲可以对话了。互相勉励，对于不能接受的，啊，他成见很深的，烦恼习气很重的，或长令欢喜，啊，他给我说，说的再多，啊，我恭恭敬敬的态度在那里听，心里面默念阿弥陀佛。希望佛菩萨以大慈悲威神力加持他，啊，希望他早一天觉悟，早一天回头啊！啊，我们道德智慧能力不足，啊，没有办法渡他。我们求佛力加持，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第三句，从今日起，一生阿弥陀佛，实心念去修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啊。前面着重在行愿的建立，有了信愿，行重要了。这个法门，行就是这持名号啊，目的呢？就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一心不乱就入佛境界了。早年我讲《弥陀经》，跟诸位多次说过，一心是能证的，一真是所证的。我们要想证得一真法界，诸位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一切诸佛的十报庄严土都是一真法界啊！你怎么能证得呢？一心就证得了啊！一心在哪里修呢？一心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啊！什么叫一心呢？与一切境缘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叫一心。才起心动念呢，古人讲你已经落二三了，不是一心了。啊，二三是什么意思呢？二就是分别执着，啊，就是第六意识、第七识。二意呀，啊，第七是一根，第六是一识，叫二意。啊，三呢，二意加上阿赖耶叫三，啊，
三心二意啊，三心是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叫三心，二意呢就是第七识、第六识。你才动一念呢，就落二三呐。换一句话说，你从真心就立刻堕落到妄心。如果在一切境缘当中，这个世诸世间一切法，你都能保持着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永远保持呢这一心。哪个人没有一心？人人都一心。古大德讲得好，第一念是一心，第二念呢就落二三了。所以你那个第一念保不住啊，所以有保不住，很快就堕在二三了。那么你就是妄心，就是烦恼习气做主了啊。阿赖耶里面那就是无量劫来烦恼习气种子啊，种子遇缘就起现行啊，缘从哪里来呢？前五识接触外面境界，那就是缘啊。这一接触，第六识大妄想，第七识是虚妄执着，它立刻就生起来了啊。这是凡圣的分水岭呐、啊。圣人没有别的，就是能保持着第一念，永远第一念做主啊，八十五十一心所不做主啊，啊，这是诸佛如来啊，我们要学，得学这个本事，你才真正的受用。顺逆都是真善缘，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的时候，顺逆皆方便，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那是一个什么真正有智慧的人，顺境逆境无疑不是善巧方便，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一切众生的殊胜的机缘啊，顺逆皆方便啊。但是那不是一心的人呢，顺逆都造业啊。顺境里面起贪痴，逆境里面起嗔恚啊，没有不造业的啊。那么由此可知，那就是藕益大师讲的境缘无好丑吧，好丑在于心啊，行善，一切境界都善，顺逆都善，心不善，一切顺逆境界都不善，境随心转啊。这是真理，这个道理要通达，要明了啊。然后我们怎么修法呢？佛菩萨教给我们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怎么念？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才起心动念。古人常说，
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这个念头才一起，立刻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啊打掉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觉，用这一句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把所有一切妄念通通打掉。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本善啊，起心动念那是习性啊，这是本性啊，我用本性把习性呢完全控制住了啊，这个是什么？有功夫啊，真功夫啊。菩萨声闻缘觉，他就是会用这种功夫啊，能够保持正觉，能够保持不退转啊。平常叫你念念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佛菩萨教导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不间断有很多种说法啊，对我们初学的就是这一句佛号绵绵密密啊，不要间断。为什么呢？一间断呢，妄想就出来了，烦恼习气就冒出来了啊。不间断呢，就是控制住烦恼习气，它不起现行啊，一定要记住，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做一心。你看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呢，一心称念，你要懂得什么叫一心啊，还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那你是妄心啊，你是妄心念佛，你不是一心念佛啊。就是玄奘大师的译本啊，虽然他不是啊，他不是一心不乱，他是一心系念。你们想想啊，佛在经典里面教我们怎么念佛了除了阿弥陀佛之外，除了极乐世界之外，什么也不想啊。最简单的方法，连极乐世界也不想，专想阿弥陀佛。为什么呢？见了阿弥陀佛，不就生极乐世界了吗？啊，想极乐世界还挺麻烦的。啊，十六观是想极乐世界，啊，无量寿经、夏莲老的汇集本、48品是想极乐世界，啊，讲的是极乐世界，啊，你要是观想的话，那是想极乐世界，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么方便？真正聪明人连极乐世界也不想。专想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他怎么不成就呢？阿弥陀佛是我们身心真正归依处啊，所以叫我们呢，死心念去啊，啊，修去修是修正啊，把所有的妄想通通放下了，这是修啊。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好好的去念，
务必要做到大势至菩萨的标准，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这是大势至菩萨他老人家用功成就的秘诀，教导我们的。啊，都摄六根，这个意思不是叫你眼不看，耳不听。不是这个意思，啊，眼也看，耳也听，鼻也嗅，舌也尝，决定不落印象，啊，也就是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你尽管看，尽管听。确确实实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啊，念念呢绵绵密密的阿弥陀佛，啊，我给外面境界一丝毫不影响，这个境界就是宗门里面明心见性的人他常常说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就是这个境界，啊，他用参就的方法达到这个境界，啊，净宗是用念佛支持名号的方法达到这个境界，啊，心里面确确实实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不可思议啊，啊，这才是真的这一生阿弥陀佛实心念去修去，啊，什么是实心呢？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再也不放在心上了，啊，再也不起心不动念了，那就真的死去了，啊，不是境界不存在，不是境界不接触，啊，境界决定不妨碍你的心，啊，也就是决定不会勾起你的妄心。你永远是用真心，啊，这个人叫慧念呐，啊，宗门常讲你会不？我们净土宗也可以说你会不？你会不会念？慧念哪得了？成就啊，比禅高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啊，你才相信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上说的，啊，持名念佛了是上上深妙禅啊，你才真正懂得释迦牟尼佛这句话，啊，下一句大师教我们从今日起求生极乐无亲净土去，啊，啊，切莫走向其他路去，啊，啊，我们走哪一条路？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条大道，这条大道叫无亲净土，他用的这个名词就是针对我们这个世间叫无着卧室，啊，他们那里叫
无亲净土。啊，为什么呢？我们这边戒除这是讲这个时代不好啊。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成佛才十劫，佛与极乐世界所有的人民都是无量寿啊，无量寿，这个世界成就才十劫，这个时代是太好太好了。我们的戒浊，它的戒清清净呐。我们这个地方众生见浊，邪知邪见，迷惑颠倒啊！西方极乐世界。正知正见，我们这个世间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这楞严经上讲的，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说法那个数量啊，恒河沙没有办法比喻。啊，大千世界微尘数啊，那恒河沙怎么能相比啊？见解清净呐。那我们这个地方烦恼习气很重，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啊，居民众生每一天听经闻法，供养诸佛，供养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你想想看，那个地方的人不要说多，一天他所修的佛慧要在我们娑婆世界大概总得修无量劫，他一天就完成了。我们这边人有烦恼啊，人家那个世界人有智慧，转八识成四智，转烦恼成菩提。五亲世界，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住，啊，为什么说众生住呢？因为这个世间的居民见解思想错乱了，啊，一切有情无情众生都受到这个染污啊，把一真法界变成了浊恶的世界。
那么反看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心善、思想善、言行善，他所感得的是极乐世界，不是五浊世啊。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寿命短促，人生七十古来稀，六十岁以后就是晚年了。我记得早年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给我们讲古文，讲的《秋声赋》，感叹着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了，人生也有四时啊。二十岁之前，这人生的春天啊，二十到四十，这是人生的夏天啊，四十到六十是人生的秋天啊。六十四岁以后冬天啊，老师讲这篇文章啊，无限的感慨啊。世间人懂得怎样度过寒冬要在春夏秋天做预备啊，但是几个人觉悟怎样度过你的晚年世间迷惑颠倒的人多青春少壮享福，把晚年的事情忘掉了，晚年到来的时候已经后悔莫及了不知道在少壮的时候修福积德，中国古时候的教育对这个很重视这个青少年注重于道德的教育这扎根呢？二十岁之前呢？二十到四十为社会服务造福四十到六十要培养底下一代的接班人呢，六十之后退休享福那就懂得怎么样度过寒冬是这么个教育思想这跟西方人完全不一样，西方人是颠倒过来，一个人生与一个人人生什么时候是享福的时候了？儿童所以人家常说这个在外国外国是儿童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你说多么悲哀不像中国这个思想中国思想逻辑跟他们恰相反的
少年的青少年很辛苦，要发奋努力学习。啊，踏进社会之后为社会造福，晚年享福。啊，晚年不是坟墓啊，晚年是享福啊。啊，这个外国的这个思想的时候，小孩十几岁福报就享完了，一生的福报就享完了。啊，他又不知道修福，他晚年怎么不苦呢？那么我们看看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无量寿啊！这个无量寿不是有量的无量，是真正无量的无量。啊，怎么回事情呢？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决定一生圆满证得无上菩提，证得无上菩提，那就是真的无量寿了。啊，那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呢？我们不要说这个无上菩提了，就是讲正等正觉，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心，证一分法身，在这个境界里面，生灭没有了。啊，生灭没有了的时候，就是不生不死啊。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大涅槃。大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正的无量寿啊！啊，这个是大乘佛法里面修行的真正的目标。啊，那么小乘四果罗汉。也证得了涅槃，啊，但是他那个涅槃不是真的，啊，那我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呢，它是相似的涅槃，不是真实的涅槃，啊，他没有见性，所以佛称它为偏真涅槃。啊，唯有大乘菩萨才证得真正的涅槃。啊，大涅槃，圆初住菩萨就证得了，但是不圆满，圆满要在如来果地，啊，这才证得究竟圆满的大涅槃呐。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最大的一个好处。不但是无量寿，还有呢，圆证三不退，这个不得了啊！真的叫难信啊！啊，证三不退是圆教初住菩萨这证三不退了，不圆啊，圆证三不退。真正讲圆证等觉菩萨，啊，我们把标准降低一点，不要提得这么高，圆证三不退，那就是经上常讲的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等级呢？七地以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是你自己真正有能力证得的。啊，虽然得到佛的加持，自己还要认真修学。
啊，修学过人，这个功夫的进展并不相同。有人进步得很快，有人进步比较缓慢，但是他决定不退转。啊，这个学习进步啊，有快有慢，这是真的。啊，那个快的呢，那早一天，他就真正自己证得啊圆证三不退了。啊，虽然没有证得的人，但是阿弥陀佛加持。啊，那个受用啊，智慧也得能也差不多。这个殊胜是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啊。所以大师在此地勉励我们，啊，从今天起一定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极乐无亲国土啊！啊，我们要以这个为自己修学的宗旨。啊，最后这一条非常重要，一定要向究竟圆满的佛果迈进，啊，也就是四弘誓愿最后一句“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你这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了，啊，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从今日起啊，汲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啊！啊，这个其他的路是什么呢？世间名闻利养，要争个什么头衔，要争个什么样的地位，要争个什么样的权利，错了。我们细心想想，细心观察，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是什么榜样？他是王子，理所当然继承王位，王位都不要啊！他表演给我们看呢，我们还要争什么？啊，我们今天要争取一个名位，如果你要想想释迦牟尼佛就在我旁边，那佛是作何感想呢？啊，佛是怎么教我们的吗？佛不要啊，不要名啊，啊，不要帝王的名啊，也不要帝王的这个地位啊，也不要帝王的权力啊，统统放下了，也不受这个富贵的享受啊。帝王那种物质的生活享受他通通舍掉了，舍得干干净净，啊，他是个平民，什么身份都没有，什么头衔也没有，他被人所尊敬，啊，大家称他为世尊，啊，这个世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啊，特别在中国很流行，啊，尊敬的，
要用现在的这个与这个语言来称呼尊敬的释迦牟尼。那个佛就是圣人，我们中国人称圣人，印度人称佛。佛的意思是有智慧、有道德的人。觉悟的人，我们对他名号上加一个尊敬的释迦牟尼圣人，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觉者、觉悟的人，是这么一个称呼他老人家一生做的事情，这个我们要学习。教学自己天天不断的学习，每一天不断的教别人所以你仔细看看，用现在的这个术语来称呼他，他一生搞的是社会教育事业。要用现代的话来称呼他，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他一生所作所为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因为他教学不收学费呀，不接受供养每一天呢过最简单的生活，偷钵，天天到外面去偷钵，偷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绝对没有分别，而且都是感激心，你供养一钵很好的饭，他很感激，感恩；你供养这个饭很不好吃，他也是平等的感恩，为什么呢？供养的人都尽到心了。每一个人贫富不一样生活状况不一样贫穷那个地方就托钵，他吃的东西很苦他供养给你的时候，那已经是他最好的了所以诸佛菩萨是用平等感恩的。我们学佛，学佛就是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学习他的存心，学习他的生活，学习他处世待人接物学习他慈悲教化一切众生他知道慈悲济世里头最重要的帮助众生觉悟破迷开悟然后才能真正离苦得乐乐从哪里来的呢？乐从觉悟来的。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来的。只有破迷开悟才能真正的离苦得乐。释迦牟尼佛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一生帮助人帮助人离苦得乐，他从因上讲，帮助人破迷开悟然后你自然就离苦得乐。好，这个《弥陀经》细念法师《弥陀经》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这个下面一段呢，它这里有往生咒这往生咒我们也都要说说对它要有认识，要有了解。好，现在时间到了。